哎，你很棒哦！这里是这个是叫做 lightning bug。来火。对，火对。现在哪里这个？一红。一红。银对火。萤火。吃乌红。萤火虫。对了，萤火虫。那现在这个是什么？乌，然后这个是 mosquito， 乌恩，乌恩，乌恩，蚊，蚊子，对了，这个是叫什么？ digger 对吗？ I think you mean big hand， 怪兽，怪兽对，但那个但是那上面不是写怪兽。你看，哎，上面写，你看一下 ，How do you say dig in Chinese？ 挖。挖，对啊，它不是乌啊挖吗？这个是 soil。土，土，挖。土鸡。挖土鸡，对啊。这个是说什么？这个。鱼呀、啊，鱼。Now sometimes I get confused about these two. 对，好，乌是哪一个？因为 they look like because as if you put those there and that there、and one and cut off that and put it there, it seems alike.That's why I always get confused. 好，没关系啊。好，问你哪一个是乌了、啊？上面的，哪一个是鱼？下面的。所以呢，这个那个 umbrella 要叫什么？雨伞。对。好，那下面这个什么东西？玉米。对了，哎呦，你很棒。接下来啊，所以那个 insect 叫什么 ？caterpillar。No， 那个是 ant。蚂。然后蚂蚁。对，蚂蚁。下面那个是 flower 对吗？花。对。花。这个什么？这个。这个。对哦，这个不要管它了。这个看这个好了，这叫 woodpecker。这个是是不是还可以啊？但是上面写什么？写什么？看一下，果子狸，不知道什么叫果子狸哦。对呀。所以我们不要管它。哎，你这手一直跑过来，这个是 woodpecker 啊。Word in Chinese. 对，你认错了是吧？那也叫木。哎，好。知乌欧二声。啄。哎，那你很棒啊！啄木什么？啄木。How do you say bird? 呢一敖。对了，好。所以 woodpecker 叫什么？啄木鸟。对呀、啊，好 ，r o 什么？这上面写。I'm getting a little tired. 哦，好啊。